天我要做一个 demo， 我打算把这五十块要送出去，但是我还没有送出去之前，我弄给他做啊。你要不要这五十块？要啊。但是我还没有给这五十块出去之前呢、啊，我告诉你他的历史 ，OK， 他有历史的。这五十块，在他被盗的那一天起，被滥用、被错误的使用，他曾用来毒品交易，他用来买醉打老婆，他用来贿赂贾洛英，他用来不良的企图。曾经也被偷过，这五十块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糟糕的环境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要不要这五十块。天哪！你看，兄姐妹，讲钱你就有感情了。你看，所以我用对的方式了。我讲钱，你精神就起来了，有专心听我讲到了。难道我讲的不够清楚吗？这五十块经历那么多的糟糕，这么邪恶的东西，你还要啊？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这五十块，因为这五十块的价值不在于他经历了什么状况，他的价值是国家银行定的，国家银行定他五十块，所以他还值五十块，因此这样我决定不送出去了。所以兄姐妹，你的价值不会减少一毛钱，因为你的价值是上帝定的。